报告司令，请别忘掉皇军的体面。好，嗯，好，辛苦你了，现在咱们就休息。是。跟我来。哎，海哥，海哥。 是男人都会入迷的。各位很幸运，能够被皇军选来参加集训。只要你们能够安心住下，并且听从指挥，我保证你们平安无事。如果有人违规，意图逃亡，那是自寻死路。哎，到底把我们捉来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 你会不知道，我们有权利弄清楚我们是什么身份呢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呀。你们根本没有身份，至少我们是人呢，我们要求合理的待遇啊！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就是嘛！住口！谁敢再随便讲话，我就办他！ 晚饭前大家先休息一下。 我再警告一次，如果有人违规或者是意图逃亡，那是自寻死路。哼！嗯？带进来，嗨，进去。 你叫罗莎，废话。司令问话，注意礼貌。你是菲律宾人？是又怎么样？嗯。哎，你对皇军的印象怎么样？什么皇军啊？杀人放火，跟强盗一样。罢了，你敢辱骂皇军？哎，你下去。 报告东野司令，本参谋不允许这个臭女人侮辱我们皇军，我要报告上级。我就是上级，你知道吗？她很有个性，很合乎我们的B计划标准。嗯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娜娜。嗯，缅甸人。是。你吃饭睡觉啊？嗯。安东还会生孩子，对不对？你下去。 你叫丹尼，嗯，找阿仁，嗯，兴趣是什么？打日本人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父母都被日本人扎进枪毙，所以我要向逃写债。你敢公开向皇军挑战，小心我毙了你！滚！ 公文参谋，皇军可以随便打人吗？哎，下一个，你进去。嗯。哎。哎。
家多久了？五年。哦，当兵累不累啊？不累。哎，你长得好英俊啊。好哟，红豆。我也喜欢跟你谈谈哦。啊，嗨，啊，嗨，嗨，过来。哎，干嘛？拍日本人马屁啊？你管不着。哼，看不惯就要管，丢人现眼。再让我看到你这种丑态，小心我揍你。哼，怎么吃醋了？莫名其妙。先把他们送回宿舍。嘿，海哥，海哥，你给我，海哥，怎么，海哥。根据上级秘密的指令 ，B 计划的规格标准，各位对这些美女有什么意见没有？报告司令，这个大部分的女人，报告司令，我建议剔除罗莎、丹尼。反叛性强的女人，也许更合乎 B 计划的标准。中村军医，你的意见呢？啊，哦，啊，那没有意见了。司令说的对，没有意见。第一阶段训练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些女人的体能达到坚强如钢的极限。坚强如钢铁的女人怎么能够生孩子呢？不要批评军令部的指令。嗨，钢铁教官，明天开始起训练。罗莎，你也是被抓来的吗？我的父母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，我就参加游击队，可惜在一次任务中被俘虏了。你呢？有一天，有几个日本兵跑到我家，活生生的把我架走。我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，可惜他们也救不了我。放心，我会带你走的。怎么走啊？把那些日本鬼子杀光。哼，听起来好像神话一样。就算你把日本人全部杀光了，你也逃不出这个荒岛啊。哈，你懂个屁啊你。东边那边有个小渔港，只要我们有办法到那里，我们就能逃出日本鬼子的手掌心。哼，只怕还逃不到半路，你就会全身是弹孔了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只要我们不捣蛋，日本人也不敢杀我们的。日本人叫你吃狗屎你也听他的？哎，我是好意警告你，附近都是警卫，谁逃得了啊？我有我的办法。哼，你最好安分一点，可不要把我们拖下水，到时候啊大家倒霉。哼，原来你是个胆小鬼啊。哎，你是日本人养的？你不要随便侮辱别人哦。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你哎，你动手打人啊你。不要打架嘛。哎，你动手打人，我就打你怎么样？哎哎，你有好欺负？你动手打了，胆小鬼！你不听我的，你弄好心到底干嘛？我打你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不要脸！我打了吗？打了吗？好打，干什么嘛？我好欺负，不要这样子嘛，罗莎！只要你脸，你下次不要打了嘛，罗莎！要打了嘛？你们精力充沛是不是？很好，明天起我帮你们没力气打架。话说清楚一点，明天要我们干什么？体能训练。我不干。哼哼，罗莎，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哼，你少威胁我，老娘才不怕你呢。我说不干就不干，大不了你把我宰了。你别生气，他是开玩笑的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嗨，早点睡觉。嗨，管你什么事啊。
多管闲事。你不觉得太严格了吗？每个女人跑步的时候都昏倒。不严格训练怎么会有效果呢？我赞成钢琴教官的做法，越严越好。军医有没有什么意见？笔记话固然很好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女人以温柔取胜，如果把她们训练成母老虎，那笔记话难道就成功了吗？违反自然的规律未必就会产生良好的效果。既然司令有意见，我愿意请求调职。不行，笔记话必须彻底的执行，这跟本帝国未来的成败有关。我要求司令全力支持冈田教官的做法，为达成任务不择手段。司令应该服从军令部的命令才对。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冈田教官，可按计划实施训练。睡吧。
丽丽，你怕不怕？快睡吧，明天不知道还要跑多少路呢。钢铁教官，哼，他敢偷袭我，我不会饶他的。嗯，说，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嗯，是我自己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不人道了，你们日本鬼子都该死！老实招出来。同谋是谁？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。他妈的，你还嘴硬！快说，哪几个是你的同谋？是我一个人。你们大家快点想办法，万一罗莎被打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有什么办法救他？是他自讨苦吃。罗莎太冲动了，在这里闹事，等于是鸡蛋碰石头，太不值得了。所以我认为大家乖乖的比较好，免得像罗莎一样皮肉受苦。罗莎说的不错，你是个胆小鬼，胆小鬼总比冤死鬼好一点吧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大家认为对不对？把他押走。嗨，哎，好像回来了。不要紧吧，死不了。你走开，我恨日本人，我要杀死日本人。罗莎，罗莎，罗莎，你不要难过吗？以后不要自找麻烦，免得受罪。我受罪，你一定很高兴吧？怎么会呢？你不要多心，好好休息。罗莎，我好担心你被他们打死哦。放心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罗莎，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替你报仇。喜欢健壮的男人啊，安全啊，恐怕不是吧？你喜欢他把你抱得紧紧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呢？
你喜欢哪一型的啊？我喜欢排骨型的。为什么？哎，不用买洗衣板啦。快点走吧，小心被抓到哦！不要，不要管他了，他一看呐，快点，好漂亮的。怎么搞的？报告参谋，我是被那个在 Taco 喷的 Taco。你呢？我也是。放屁！墨鱼喷出来会是白色的？哎，开了个头。你呢？哎，报告参谋，我是被红鱼喷到的。妈给了，再不老实说出来的话，我把你们通通给你关起来。嗨，报告参谋，我们是偷看那些女人洗澡，被他们发现喷油漆的。参谋下来，快下来，下来！一群混账东西，还不快滚！嗨，快滚！嗨。男人真不是东西，我可是例外啊！我刚才看着你在笑，就知道你也想偷看。我可以对天发誓啊，我想看的只有一个。谁？当然是美丽又能干的你呀，小宝贝儿。你就是一张油嘴。要不然你会喜欢吗？小心。让人家看到了。几颗小石头。啊，我还以为是珠宝，怎么一个人跑出来？想家。出门在外，谁都会想家。
太太在日本还没找到喜欢的女人，现在我找到了。我能请你吃饭吗？好像我没有拒绝的权利。当然有，不过你能答应我的邀请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啊，我该回去了。看看吧。心痒痒的，
怎么换这种衣服了？我想跳舞。半夜里跳舞？对。好吧，跳就跳吧。闯进女舍，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和田阿登斌。混账！把给我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呀！押下去，听我处分！哎！哎呀！一个！哎呦！哎呀！三号，起立，开始吧。嗨，五十六，胡子，你当然是大哺乳动物，再看清楚了。四秒三，是三十六。25，多少？快说！36。再量第二位。我的可惜，量不下去。怎么搞？快量啊！报告司令，我的裤子量不下去的。为什么量不下去？我喘不过气来了，喘不过气了。喘不过气？这是什么话？混账东西，下去！嗨！朱仁军，你继续量。我的心，嗨。我鞋子又撒了，怎么，你也喘不过气来了？报告司令，我的呼吸的心脏呢，心脏好，没用东西，下去。报告司令，我会量。看样子啊，还是我来量吧。35。24。宫本桑，难道他也喘不过气来吗？放心，我不会有毛病的。36。
没想到你那么古板。古板？万一被司令看到，他会以军法严办你。怕什么？我直属总部，负责监视 B 计划的推动，他管不了我的。早就知道你喜欢我，没有一个女人不在我面前低头的。罗莎，我看这些日本人呐，又不像军队耶，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。嗯，很可能这里是个秘密基地，想要把我们训练成反间谍。不会吧？我们能当反间谍吗？哎，罗莎，搞不好要我们去当营妓耶。啊？当营妓就不必体能训练了吗？嗯。齐丽丽。司令叫你去一趟。哼，又去讨好日本鬼子。哼，真他妈不是玩意儿。多谢司令夸奖。请。请。请用餐。为什么只请我一个人？我是不是司令想啊？不，纯粹是友谊性质。自从我见到你，我就一直好想单独跟你叙一叙。感谢司令抬举，我敬你。如果不是在战场，好想有你这么一位高贵的淑女为伴，度过一生一世。司令真会开玩笑。我说的是真心话，贝利小姐，我配得上你。给我很大的信心。报告司令。司令，我们可以参加酒会吗？好像是办狂欢酒会嘛。司令从哪儿弄的这些性感的衣服？嗯，
挺凉快的嘛。报告司令，我要去换衣服了。没想到司令平时一本正经的，半夜找囚犯来约会啊！我是在跟他谈话，纯粹是为了了解训练的成果。哦，哎，别假惺惺了，这要报告总部，司令的官可就垮了。嗯，闭嘴！你跟冈田在海边乱搞男女关系，你敢批评我？嗯，您不累吗？也该休息了吧。今天的课目是搏击训练，我先示范一遍，大家要注意学习啊。齐立立，出列。打我！嗨呀！哎，昨晚愉快吗？还好。入列。注意，现在开始练习。听我的口令：第一排、第三排向后转。预备。要你好看！放开我！你
人民共从共荣的决心。本司令官痛苦地宣布，违反军纪，二等兵千天一夫，判处死刑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我枪兵就位。向各位保证，在受训期间，只要听令行事，生命绝对安全。如果意图逃亡，那是死路一条。你为什么要逃亡？说。你不怕死吗？侵略者逃脱侵略者的压迫，是全人类应有的勇气。李三，
看一下，快点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先帮我把尸体处理掉，预备。哎呦，各位，本医官今天要介绍一些男性的器官，尤其是最敏感的器官。眼睛是灵魂之窗，用眼睛传达感情。男人看了就心里痒痒的。下面介绍唇部，这个接吻用的，不但好玩而且过瘾，你们试过没有？没有。哎，报告医官，你试过吗？我很想试一下，可是呢，学校毕业以后我就被抓来当兵了，所以我还是童子军。接下来介绍胸部，这个男人的胸部呢，跟女人的乳房一样，非常的敏感呢、啊。书上说，抚摸男人的胸部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被人摸。至于男人最敏感的地方，也就是人类生生不息非常相关的地方，就是这个。这个部位呢，平常软弱无力，需要它的时候就是生龙活虎。哎，能不能再说清楚一点啊？这个我想将来你们跟男人接触了以后嘛，就会了解的，保证你们那个感觉一定很舒服。哎，报告，图表看不清楚，你能不能亲身示范一下？对呀，当然可以了。不好意思啦。哎，快点示范啊！快呀，快脱，脱快点啊，快脱！在课堂上脱衣服这不大方便呢、啊，各位多多原谅。斯里马森，斯里马森，你答应亲身示范的，你不好意思脱，我们可以帮忙。啊、上！不可以的啦，这个大大的不可以的。不可以的啦，大大不可以的。住手！我说住手，听见了没有？统统回去。上课要正经，你们怎么可以随便侵犯军医呢？下次查到一定要严办。继续上课。嗨，下面我来介绍几种男人跟女人接触的姿势。第一种是卧姿，卧姿呢就是男人在上面，女人在下面。然后生生不息就会生孩子。认识男人，到底搞什么鬼啊？我不知道。哼，这些龟孙子啊，大概是让我们当他们老婆。难道日本女人就死光了吗？这种问题啊，最好问齐丽丽。我怎么会知道？嗨，别装了，我们这些人呢，就属你跟日本人最亲近了。哎，东野司令还没向你求婚呢。
你羡慕还嫉妒？我讨厌你，可怜你，像哈巴狗一样，像日本人摇尾巴。你什么东西？你敢再说？我有什么不敢再说啊？你哎，快吃饭吧。丽丽她，她也是不得已才参加东野司令的晚宴的嘛。丽丽，快吃饭吧。各位小姐，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生孩子。在每个女人的小肚子里都有一个子宫，它的两边各有一条输卵管和卵巢。成年的女子呢，每个月由卵巢生一个卵子跑到输卵管里。如果这个时候男女结合，男人射着精虫就像蝌蚪一样游到子宫里去了，然后跑到输卵管跟卵子结合。最勇敢的精子首先钻入卵子中结合成一体，这就是受精的过程，也就是怀孕。哎，各位小姐，你们听得很轻松，我讲起来比生孩子还难。放了一关，男人会不会怀孕啊？司令找我。刚才接到电话 ，B 计划要提早进行，我要马上赶到飞环管制中心，参加 B 计划的扩大汇报，基地由你指挥。是，我会全权处理。汇报期间特别注意基地的安全，尤其要控制那些美女的情绪，她们对帝国的未来有重大的影响，要全力保护她们。嗨。来来来，快点！哎，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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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起床了，醒醒！哎，醒醒！起来，起来！嘘，小声一点，不要大家起来了，快快起来！什么事情？快快，大家过来！小声一点，大家干嘛鬼鬼祟祟的？哎，天还没亮，快叫魂呢你！各位，小心听着。日本人把我们弄到这里来，你们知道是为了什么？你知道了？嗯。刚才，我跟娜娜查到机密文件，证明他们在进行一件无耻的勾当。哎呀，好啦，别耍嘴皮子啦，有屁快放吧。这件无耻的勾当，叫做 B 计划。什么叫 B 计划？日本军阀为了长期统治亚洲国家，必须培养优秀的干部。日本军令部异想天开，要从亚洲国家选出体格健美的女人，跟日本战士交配。啊，好可怕的日本人哦！日本军令部啊，是希望交配的结果能够生下更优秀的人种，作为他们侵略全世界、奴役全人类的干部。哎，各位，这件事情啊，我死也不干呢。哼！哎，慢着慢着，你凭什么知道这个计划一定是真的呢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现在你相信了吧？你怎么会搜查这些文件呢？我是盟军总部派来，负责侦查这个计划的情报员。哈，原来是我错怪你了。你接近日本人是有计划的。嗯。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第一，我们绝不参加 B 计划。第二，程东也去开会，我们分组向警卫展开突击。第三，把日军解决以后冲进军械库。第四，拿了武器以后我们向海边突围逃走。我干，我急了，我也干，我干，大家一起干。大家既然一条心，我们就来分配任务，马上开始行动。嗯，好，走。走。哎，过来嘛，过来一下嘛，来啊，来啊，快点嘛，哎，叫我啊。你辛苦了。哪里哪里，谁让你出来的？快点回宿舍去。哎呀，人家背痒嘛，帮我抓抓背嘛。抓背，好。哪里呀？哎，下面一点嘛。下面一点，再下面一点嘛，快替人家抓嘛，快点嘛。Thank you.
太原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你跟娜娜在海边杀了一个警卫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你刚刚杀了宫本参谋，对不对？是又怎么样？大不了一死。任务未成，不可随便牺牲。你是谁？美国海军部情报员，我叫赵英英。难怪你消息这么灵通，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我知道，走。哎，各位别慌张，冈田教官是美国海军部情报员，他是我们自己的人，起来吧，没事了。各位，很抱歉，为了掩护工作，对大家非常的残酷，请不要见怪。都是自己人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要干掉他，待会再解释。那边怎么样？就剩弹药库那两个日本兵了。嗯，快去解决掉。等一下，千万不能开枪，附近有部队。我都交代过了，快去。哎，换班了。你们两个是新来的？哎，奇怪了，他们的胸脯怎么鼓鼓的？肚子饿，带馒头当宵夜嘛。奇怪，我们怎么没有馒头做宵夜了？是啊，哎，你们两个新兵，把馒头拿过来给我们吃了。走，快点，快快！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，这一带有日本兵机枪阵地。我的意思是，通过这些岗哨，先送这些人到小渔港去。好。哎，日本南进飞航管制中心在哪里？这里。我的任务是炸掉它。我前赴日本军令部，主要的任务是侦查管制中心的位置。昨天我在东野办公室找到机密资料。哦，兵力配备怎么样？易守难攻，管制中心在沙滩的地下，工事非常的坚固，凭我们两个人恐怕很难攻得下来。我一定要完成任务。你的意思怎么样？好吧，我们一起拼一下。快叫他们出发。好，好，起来，起来，哎，起来，大家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我们要开始行动了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起来了，动作快，大家集合，出发。
是小鱼干。罗莎，你带他们走吧，祝你们顺利返回家乡。啊，好高兴啊。哎，我们马上走吧。对，好高兴啊。丽丽，你和英英呢？你们先走吧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。什么任务啊？我们不能参加吗？任务太危险，万一失败，你们就回不了故乡了。丽丽，你把我们带出来，为什么不让我们帮你完成任务呢？而且，抗日反侵略也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呐，对不对啊？对对对对，我参加。谢谢大家，我代表盟军总部向各位致谢。快走吧，争取时间要紧。对，走。前面就是目的地，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，牺牲可能非常自然。你们考虑一下，愿意退出的现在还来得及。哎，你们实在太啰嗦了吧！大家都吃过日本人的苦头，哪个不想讨回血债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就是。我们快开始吧。嗯，大家检查武器。嗯。
你们大家注意，赶快放下武器，我保证你们不会受到处罚的。别听他的鬼话。秦丽丽，我要求你们赶快放下武器，你们不要白白送死，我要你们赶快投降。哼，混账东西，让我来干掉他。等一下，你们赶快投降，你跑不掉的。快投降，我保证不会处罚你们的，不要犹豫了，你们要相信我。你犹豫什么？我来，留给我。赶快！分组行动，炸掉地下室。罗莎，你们两个人带队冲向水塔，消灭机枪阵，把炸药拿过来。好，收。牺牲？为什么我还活着？